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改写历代的禅师的法器。风玉成禅师他说万里无寸草，万里无寸草不可能嘛，即使是沙漠也有绿洲，不可能，理性说是不可能嘛，
但是他为什么说万里无寸草呢？这个就是一个法纪要去参的啦，他等于说这个是属于公案类型的，他要你去参。为什么万里无寸草？炯炯结缘小，就是很深远的，很远很远哦。这个无寸草哦，就炯炯很深远哈、哦，有个烟霞哈、哦，好像隔断了、截断了啊、哦，绝烟霞、哦、在无寸草的很远的地方，好像有一道烟霞，好像是海平面那种截断的烟霞，历劫长如树。如果你历劫，就是劫就是时间单位。如果你经历很久很久，长久都在这种境界的话，那你就是开悟了，你就不需要出家了。你是意思是这样，何须更出家？因为出家的目的是要开悟啊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是这样的境界，那你就不用出家了，已经开悟了，你已经开悟了。那开悟了就是这句话，万里无寸草。